乐迪在机库里休息，乐迪的前方堆满了包裹。变成机器人形态，再看看第二个包裹是送到哪里的。乐迪出发，第二份包裹也送达，来拆开看看。叮叮叮，里面是一包果汁卷，是草莓味道的，一起打开看看吧。已经闻到香香的草莓味道了。乐迪的工作还在继续，准备出发，派送第三个包裹。出发，第三个包裹也送达了。乐迪要返回机库了。打开第三个包裹看看，叮叮叮，是一根果奶棒，上面还有超级飞侠小爱，是一根老鼠形状的棒棒糖，是草莓和牛奶混合味道的。